哦，你们不要在我身上打架哈！不能上身啊，不能上身。上身的话太湿了，我不好喂你们，喂你们要老打架啊、嗯！我给你们撕面包来发，好吧？来，拿到了就走哈，拿到就走，来，来来，小爱，来吧，你别爬我身上来嘛！来哟，豆芽。还没看到他们出来，嘟嘟他们都没出来，一会儿我要喂，要喂哈，都是先，这些地位高的都在，但是地位低的那些不敢来，像那个大公猴还没出现啊，一个公猴都没来，他们有可能驼背熊在这下面，有可能他们离得很近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来来来，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啊，来，我看一下他们在哪个位置。他们现在有一些在这边，有一些没有在。对，豆芽应该是挨着老三一家。来来来，公猴一个都没出来，公猴都还没看见出来嘞。啊，这媳妇生气了，媳妇儿，来糯米，哎。打他干什么？来，宝贝，明明，他们不敢拿的，现在地位低的是不敢拿东西的。来看，不敢拿，你看扔过去他也不敢拿。这些猴子他们不敢拿的。小爱，你下去，小爱。没有东西少，他们不敢来的。芒果也怕，芒果都怕，芒果来了，芒果，但是芒果也怕，芒果都怕他们。糯米，来糯米，糯米胆子小，糯米饿了，糯米小糯米好，憨憨，哎呦没出息，憨憨和米米两个都在，憨憨和小米米都想过来找吃，但是不敢来，啊，公猴真的一个没看见嘞，公猴现在还没一个没看见，老四老三都没看见嘞。小米的话，他不敢来要吃。小米这是糯米，小米米在也在那里，你看小米米在那里，那个就是你，看那个就是。现在他们还很饿，我觉得不好喂，喂小猴容易被咬，就喂那种地位高一点的。我先把地位高的喂一喂，地位太低的那种的话，喂他们容易被咬。下去下去下去，来来来来。拿到下去，你看这一帮崽都在这里排队呢。来，我给你们把这个面包撕小一点，给你们撒在地上，你们，要不然你们那个啥一抢，我又无法喂你们，饿瘪了。老板马上来了，老板马上来了哈。哎呀。悠悠，你凶啥？悠悠，哎，悠悠，快来，我给你拿，不要去打他们，来，哎，悠悠也怕小媳妇，你看，悠悠也怕小媳妇。来，大媳妇，哦，糯米终于拿，你看糯米最聪明，你看他们要追着他打，他爬我身上来，太饿了，他冲上身来拿就跑。哦，憨憨只能远远的在那里，这些崽他都不敢进来的，他只能远远在那里，因为只有是，你这小子吃食堂那么古兰的，就是小媳妇家的嘛，小媳妇家这个崽吃那么古兰你还抢，打他我揍你啊，没给你吗？来。啊，拿到的有一些地位低一点，拿到就跑。来，全是一帮崽。现在我才是幼儿园的院长，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，帅帅，你看帅帅那个眼神，你们家
那不是小，那个是大媳妇，就是小媳妇的妈妈。那刚才那个是小媳妇吗？你们看一下帅帅的眼神，家人们，看一下帅帅的眼神，看帅帅的眼神，帅帅要吃的那个眼神，我的天！看他眼睛最大，然后在那个位置站起来，看看看看看。好，来了，老板来了，老板来了，我的天！你看帅帅那个眼神。啊，帅帅那个眼神。来了来了，快来快来，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快，呜，快快快，老板来救援了，快点，呜呜呜，快来快来快来，快走了快，对，终于来了，啊啊啊啊，走走走，帅帅，哟，小帅宝，帅宝帅宝帅宝，啊，你小嘴巴嘟起来，我看一下，哦。悠悠不能打他，我给他拿吃，先吃点面包，我家帅帅吃点面包。来帅，哎呦，帅宝，小帅宝，小帅宝，小帅宝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他们都要去追他，你看你看，哎，拿到点面包不容易，要去追他。来来来来，快来快来。哦，来喽来喽。两件人家很难的。两件芒果吗？对，两件芒果。花生，哦，那我这个芒果，我看不到那个是不是样，姑娘，这贵的这么多了，我这个哎呦，让开让开，哎呦哎哎，你看你看这些芒果开心了不？你看，都开始了，他们都开始了，看一下这种质量。OK OK OK，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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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130，你看110，这是130斤的，没有了，110斤了，来，做单子，搞先拿那一斤给他，啊，怎么搞？我刚刚得先上，先倒花生，先倒花生和那一斤，这一斤先等一等，有一些还没来，妈呀，你刚刚怎么就看想啊？哦，看一下，你们看这个芒果啊，可以的。很小很小很好很好拿，他们现在都有一件，我们先放一放，然后把这个先吃，让他们吃花生。好，这个抱两个，三个脚里面看着，对，留一件等后面的猴子，然后他们先吃花生，对对对，花生加一下花生，我走了哈，好好好， OK OK，现在不能骑车恼火呀、啊。然后又下来，下来过又去西门，又背上来，背上来过又要去西门，又背后，背后，嗯，找远一些。你说这个？等一下，我给他们。那个老子那样子，哦，不要，这件不要紧，把这个芒果给他们分在里面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嘛，你等一下嘛。等一下来，给你们倒，等一下，我给你们倒出来，嘿，小宝们，等一下，哦，把那个纸拿开，对，给他们倒开都能拿到，然后这边已经有了，我就往这边倒。哎，这公猴一个都没看见嘞，帅宝，这是你啊！这些嗑花生的，这些吃点芒果来，快来，可可孕妇来了，来，没事，他们吃了一会儿，我还有一件，他们还有一件子，快来，那刚从上面上来的那些家伙们，啊、哦，可以。有些拿来就抱到上面去吃了，这些，哎呦，这网真的是太卡了，你们看起来卡不卡呀，我的天，不要打架嘛。
我看一下那些有没有带新生宝宝的在哪里啊？替他们捡一下花生。可可，你拿到芒果没有？二多和袁涛他们才来。哎呦！老五来了，老五来了。对，我现在我给他们拿了，看一下这个网络。他们情况太卡了，我的天！哎，干什么？我给他们打开，然后我装一点，然后给他们拿，把这个盒子扔在这里面去。星星来了，星星在这里啊！老五来，老五，老五厉害，老五都打开了，我的天！老五厉害，老五自己打开了。那我还拿，我来拿，我来拿，我来拿。哦呦天！来来来，我装一点，我装一点，你们不着急吗？对，给老三他们好多没来的。我倒一点在这边，到这边来，笑笑，那个那个带红毛猴宝宝的那个来了，上，我过来过来，这有个猴妈妈啊，哎，对了，猴妈妈你这里拿到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小猴妈妈好小，比小猪哥还小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猴妈妈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给他们这些猴妈妈拿一拿。来，耳朵，杜妈他们这里，梦姐没看到，我装一点吧，杜妈快来，我装几个，一会又没有了，我的天，装几个一会他们打开的，小猪哥抱着我宝宝呢，小猪哥，公猴都没来，老五发火了，老五，上面有猴来了，老五发飙了，有猴过来了，小猪哥在这里啊，家人们，我包里面放了一些，然后一会儿我给他们发吧。你把那个筐拿去干嘛？那你我给你拿出来嘛，还有一个，让，哎呦，芒果还是他们要先吃芒果啊！谢谢他们正哥啊，谢谢正哥。哎呦，小猪哥家的宝宝，你们看一看，啊，小猪哥带着宝宝，天，小猪哥啊！牛牛，小牛牛，小牛牛，对，叫牛牛。哎，白菜，小白菜呢？哎，帅妈呀，帅妈，我知道你现在来嘛，叫嘛，摸得出息，你家宝宝都吃到了，你们知道？帅妈呀，帅妈。哎呦，来，给你拿，你别跑我身上来呀！都在嗑花生了，现在，哎呦不，还直接扔了，不要了，帅帅，
看一下，看一下孟吉他们来没有？诸葛，诸葛现在他又去吃花生去了。哎，小诸葛，看耳朵直接一个个的放在嘴里面，就是他用那种用塞，他不先吃，他先一捆个的塞在嘴巴里面。老三他们真的没看得出来嘞，老三老四都没看见。这个猴，这有个猴吗？等一下啊，家们，这有个猴吗？这个猴吗也刚刚吃了一个个的，来来来，没有没有，没有看见有伤的，但是还没来完，应该老五他们还没来完。老五来了，但是老三他们还没来，公猴他们还来，我看一下啊。这花生应该撒宽一点，老板撒的有点窄了。哎，下下，你干什么？你咬人家乌龙吗？干嘛？艾玛斯不来了，艾玛斯已经在我身上吃了，坐了半个小时。艾玛斯肯定不来了，艾玛斯刚刚在我身上坐了半个小时，姐姐们。二姐应该在，二姐和嘟嘟嘟妈刚才我看到了，应该在。嘟嘟嘟哥在这里，拐了，其他群也来了，我的天！我怎么搞了个石头掉下来？快吃花生，快吃花生！不能让其他群的过来，我要把他们赶走啊，家人们！不能让其他群的过来，现在他们这要跑了，过来，快过来！嘘，不要。今天还没看到有新生的，管了，他们现在被赶走了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，精灵！这个雨又下大了，这个雨又开始下大了，天！这个雨现在又开始下大雨了。今天没看到有新生的嘞，二姐他们没看见，一会儿我找找他们。憨憨现在在这里，憨憨和杜大哥在这里，那个二奶瓶在吗？哎呦，憨憨，你爬我身上干啥？你还睡吗？憨憨，憨你快下去吃，不要在我身上，你下去吃。哎呀，你太重了，背不动，你怎么爬老爬我身上来你？大番薯，看一下啊，我看看，三多。他们都在，但是我看一下，还有小心你爬的最高了，心里爬的那老高高的哈。先花生还没捡完，芒果我放了，我装了一点，但是现在雨下大了，雨下开始下大了都。等他们吃一会儿看，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够了。这花生还没捡完，差不多是够了，尤其是已经吃饱了的走了的。哎呀，大姐在哈，大姐在，二姐没看见啊，没看见。我给没看见没有来的那些刚从后面来的那些给他们发芒果。不能打架，不能打架。哎，快点走！郭干妈，你凶的很啊，郭干妈。不要打！哎，哼！作死不是你们，干啥嘛？新生妈妈都那个带着宝宝的小诸葛还有那些都来了，但现在全部又被赶上去了，又被赶上去了。新生妈妈，我都这里有点一下愁大来了，我要不我都想找找他们。无那个你有一个是锅盖吗？不知道有一个猴子不认得叫什么名，又在上面去打了。奶瓶来了，但是梦姐我没看到，不知道，担心梦姐生了，知道吧？
呀，人家疯了不是吗？一吃连路吃连路打，真的是，他们现在老是每家跟每个家老打。嘿，真的是，一吃吃了就打，一吃了就打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哦，对，我花生是吃完了，花生也干完了。他们莫名其妙的打架，我也搞不懂哪个跟哪个打，一会就打，一会就打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家人们，你看嘛。老是什么原因就打架，你看嘛，追着人家打，不是会吃的哈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看嘛，老是追着人家打。老是追着打，不叫二姐来了，二姐来了，你看二姐和大姐都是一样，老是追着人家打，不知道什么情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大姐二姐就是，哎呀，今天这里下去，二姐来，来经理，哎呀，下下下下，不要爬身上来，哎呀，我给你拿嘛，你不要爬身上来嘛，来，来老五，哎呦，我的天。这雨一下就差打了，对，就是有一些宝妈我还没看见，你的嘴巴吃的黄啾啾的，你还想干啥呢你？这有其他群的猴来了，又开始打架了，他们老师没在，今天我都没看见老师呢，来多多，谁再爬身上来就揍谁哈，多多来来多多。柔柔，他们现在柔柔老怕他们了，不要打了呀！这是打了谁嘛？又打又打，你们干啥呢？你们这是吗？你干啥呢？老四没在，老四我倒是没看见，老四老三都没看见呢，家人们，就无影脚在。无影脚这家伙来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来，无影脚，无影脚，来睡吗？孟姐，孟姐，来，孟姐，来，孟姐，锅盖吗？你最烦了，你在打吗？你刚才在这吃，你还打他们？来，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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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乌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呀！不要上身，不要上身，不叫嘛，你不叫嘛，你不叫，来来，给你拿。这雨下太大，这个手机老是跳换屏，老是跳换屏。这雨现在有点大了，望雨啊，这个雨望得很，现在这分钟。老四、老五、老四、老四和老三没看见，都没出来。你看嘛，他们一叫就打，一叫就打，不知道，还以为我被打了。你倒是希望我被打我，是不是？哎呀哎呀呀呀呀！等一下，老六刚出来，老六，看看不要上来了。等一下，我这雨太旺了，我这一会儿过来还要给他们再拿点，有一些是刚老六他们刚出来，但是这个雨太大了，现在我在这个树荫下躲一躲，
那个地方有点那个啥，雨太大了，手机一换就切屏出去了。星星宝宝今天没有，今天没有，今天生的，今天没有。这个不知道是这也不是，这个就不是蛐蛐群的了。你看它也是吃的那嘴巴满嘴的那个芒果，现在好像他们有点吵，就是有点吵起来的那种感觉。说想要不要换其他的，感觉芒果他们吃了就是水果水分的话，花生还抵饿一点，要么就是拿花生好一点，因为下雨天他们太容易饿了，下雨天容易饿。广播群的这好像是他们两个群的在一起，我现在不好发，都不好发给他们。那就打架，在吗？不打，不打，不打。问一下老板，再看看老板，帮忙一下吧。哎呀，主要是他们有一些。他挂了，应该是他在忙。花生多了上火，他是饿了没办法。这雨现在越来越大了。老三他们都没出来，这跑哪去了？这什么情况？还又打，太想太准打掉了呗。等他们这些稍微往一边走一点，两个群又要打架。老六，帅帅，你跟你爸爸一起混啊？这老六一口一个，我的天！哎，下等一下，来，哎呀，下去喊，来，哇塞，你个厉害，看喊喊，哎呦抱。他直接抱一盒那个小刀，来顺宝，哎呦天啊，顺宝，看他直接给我抱一件那个圣女果，哎呀。他拿了一，看看直接拿了那个圣女，我带你过去那个没有雨的地方，这里太下了，这个雨太大了。我包里面给我削的一盒圣女果。我发给宝宝吃了一件，老三不是喜欢吃圣女果，我的三件圣女果他都给我拿，我撒了一些，然后就剩最后一盒，他给我抱走了，就剩最后一盒圣女果，他就给我抱走了。
他就这样子的，他爬我身上来就直接给我拿虐走了。帅帅，等一下，你们上来，你们要打架，咪咪，我的米宝，米宝，还帅吗？我跟你讲，米宝来，米宝拿走，还帅吗？你拿，宝宝快拿走。我跟你讲，你等他拿走啊，你快吃，你别老皮了。来，梦姐，来，帅帅，哎呦，天，太遭不住了！现在又下雨，他们又下雨吃这个水果呢，又溜达的凶。小帅帅，帅哥，我这包里面马上也发完了。来，豆芽，哦，豆芽，我豆芽来身上了啊，家人们，豆芽来了啊！下，等一下我，豆芽，拿着就跑了，豆芽，小豆芽抱着就跑了，看到没？哎呦我的天，爬在树上去了，看到没有？一蹦一蹦的，终于喂到豆芽了，终于上我身上来了，你看在那里，那个，芒果，拿了一个芒果。豆芽拿了个芒果，憨憨，你大爷的！我跟你说，妈你全部给我拿走了，你过分不过分嘛？你这小子，一个人抱着盒子吃，而且不掉出来哈，拿点给他们吃嘛。婉婉叫你姐姐拿点给你吃，他还从这个盒子里面一个个的拿出来吃，你看他直接干一盒，你这小子，吃的那食难鼓鼓的，你这臭小子。哎呦，还挺厉害哦，还直接从里面拿出来吃。我看一下，等我给你拍个你的这。哎呦，被抢了吧？哇，我跟你讲，看看你吃毒食吧，吃毒食，哎呀呀，小妈妈拿跑了。上去了，我天哪，你们这。可以。小梦姐，梦梦拿不出来吗？梦梦，给你拿出来。梦，帅妈，你等一下，帅妈，啊，帅妈，你把我裤子扒破了。老板马上来了哈，好的，等一下，哟，帅妈，我看一下还有没有芒果，没有芒果了，好像来，哎呦我的天，来，还有一。来，抱着吃！哎呦天，我直接找不住他们了。哇，这个雨越来越大。好，这二姐他们还要在我的这边，然后帅妈也在拉着我裤子，帅妈你。对吧，你把我裤子全部搞，以后我这坐车都不好坐，你知道不？你再把我裤子全部扒拉，我又没带伞。这个是婉婉，这是婉婉，皮婉婉，憨憨的妹妹，就憨憨的妹妹。哎呀，这憨憨的妹妹婉婉。不是，这里这是缺缺的，这是缺缺群的，我来遇到他们在这里。缺缺的驼背的，他们刚刚在下面喂，今天早上他们有人喂，但是这个群的话现在还没有，早上好像没吃到东西，他们太饿了，给他们吃一吃吧。哟，下雨的，今天下雨嘛，下雨了可能都。哪个群都不好找，今天下雨，只能是给他们这种吃。如果发的话，一个个的话有点不好弄，下这个雨太大了。臭婉婉呀，臭婉婉，对，他在的，他们应该都有人，早上我看他们都有人在喂，只是说。可以找找那些
边边上来，但是现在啊，什么？你可以走啊，你走你的呀。啊，啥的不是人了。等一下，我这个，拿个东西擦一下我这个手机，老是跳，一会儿你们看不到我了。这下雨的，下，不要全部上来吗？上来一个试就行了，你们看一个就行了。这个手机上一有雨，就容易那个啥。对，老三和老四没看见啊，就是我还没看见他们呢，我现在过去看一看，但是下的太雨，那个地方雨太大了。梦姐来了，梦姐刚刚发了她两个芒果了。没有了，就是几个公猴，就无影脚和老六最后出来，但我都给他们发芒果了，但就是老三他们没看见出来，其实基本上都吃到的，只是说下雨天可能太饿了，是这个样子。吃是基本上都吃到的，啊，芒果我到最后我的可能装了十来斤，我放在包里面，全部都基本上给他们发完了。他们可能是因为下雨天的话可能有点饿极了，但现在都不怎么叫了。但是我是说一会儿可能晚上下雨，如果雨太大的话，一会儿不好找，他们会移山。现在他们还在那里磕皮呢。奶瓶来了，奶瓶在那里吃了半天了。奶瓶应该给憨憨一打那个无影脚吗？看这些崽崽们都是在这里。这是缺缺群的啊，家人们，缺缺群的啊，大家没点关注的可以点个关注。二姐又来了，二姐来。二姐，我这里还有，二姐来，这来。刚刚看到一个主播跟一个女的打架，哎呦，不知道喽，家人们。等一下，这里有个猴妈来找我，下去，你咋老爬？嘿，这个猴妈妈，你们不要老爬我身上来嘛，臭小子们。你们以为我还有其他好吃的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不能爬了。哎呦，婆娘你又来了，婆娘。哎呦，这婆娘来了。哎，憨憨，等一下，你不要给我一袋面包，不要给我一袋一袋拿走，你得给我留一下。哎，怎么敢坐下？来，嘘。哦，你真的是拿给我拿半袋米啊？下去。憨憨直接给我拿半袋，我跟你说太烦了。憨憨就是没有吃到太多，因为他胆子太小了，他就知道跑我身上来要吃的。太湿了，现在这个雨有点大啊。老三受伤了吗？没看到老三，我一会儿看一看找。哎呦天，憨憨，你个大爷的，你又给我抢了一袋面包哈！他拆袋子厉害不？我家这媳妇惯坏了，这媳妇。啊，你看一个人抱着大半的棉被。这里，老板来了。你看这家伙抱着这个面包，我给你听。哎呀，真把他当我媳妇了啊！就这里，你看这鬼样子，抱了这么多面包吃，你看他，哎呦天！你以为你长得漂亮是不是？不然不是你要的吧？是的，就是他们老一，是的。是你要的？对，就放在这里。哎，不要打！皮胖是吧？问我拿什么皮胖？哎呦，天哪！哎呦，花生，先喂花生。你先喂花生啊？
对，纤维黄。你包啊，你这个东西放在上面，拿东西压一下。走，先，等一会儿再吃。你手怎么了？我手刀割了一下，早就受伤了，前几天就割刀了。我撒宽一点，刚才没有撒得太宽。老三，撒得再宽一点。走走，再吃。这些没有，这些都不敢过去的。呵呵。他们。OK。他们今天中午已经吃过皮了。也是花生，带壳花生，也吃过。对。不啊，刚刚那里都是他们的呀。不，是那边啊，早上是在那边。哦，你讲的是驼背群吗？就驼背群啊。这是蛐蛐群。啊。这是蛐蛐群。这是蛐蛐群啊。对，这是蛐蛐群。蛐蛐群刚才你喂了是吧？哦、对，刚才喂老板送的那两斤芒果也是啊。哎，你把我包取下来干什么？你怎么今天怎么你喂蛐蛐群了？今天来了，刚好遇到他们，没有人没有吃到啊。是没得吃，饿的要死。对。今天。疯狂啊！我跟你说。你给我抓疯狂到时候，他估计那边就是塔林那边早上就在那里。对，那我一下来他们就饿得要死啊！我跟你说，不是说就什么没人喂，饿得要死。他们早上警示来不了，他们就没有。警示到现在都没来啊？他应该是有事情吧？那你给我放一点枇杷在这个包里面。那个憨憨抱上来抱了，哎，那有那个心底妈妈又生。哎，那是我抱你，我以为他生宝宝了，我的天！来，你先装装一点，接下来，走开，装一点点就行，装一点，然后走开，等会再拿，快吃点花生吧，你们去吃花生去。赶一下，嘘，等一下，我是来那个我们群有一个小仔，他受伤了，然后爬在身上吃了半个小时，被雨又下的又大，就是最可怜的，刚才看到一只早产的，那个就是哪个群？驸马爷这一群。第九天早产的，他妈手上一直拎着，我他妈看了都恶心，那确确实都发臭了已经。他就会拎在手上，还是拎着一只，那玩意真的是，看了就没办法啊，看着还不是纠结。这来了个这个猴妈妈在这里，刚刚猴妈妈也在。老三，老五在呢。那差不多了，没事，够了，过来。过来。再拿几个大的。等一下嘛，可可，下去吧。等一下哈，等会儿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。老三，等一下，等他们都来了。嘘。哎呦，这又来电话了，来。一天，这两天，老板如果一个人，他搞不过来。等会儿，我看一下老三他们来不来哈，你稍微看一下电话，我喊一喊。喂，老三，我现在在坐哪这里，我在送货。老三在这里啊，老三没有受伤吧？怎么了？老三在吃花生。我现在坐哪这里？老三在这里吃花生呢，老三在啊，老三在，老六在，就老四没看见啊，老四，他们还在吃花生。我先把这个琵琶按住，等他们吃一吃，再这些家伙们是。你妈，你先在等会吗？我这里等着。你先去忙，我把它按住，然后等他们先去吃花生，他们花生还多着呢。这里不行啊，这样。没事，我来一下按住，我自己弄了，没事。对，一会儿我再给他们发。现在没事，是侯小师去教我拿。你先去忙，没事。我先坐着。这屁股太软了。我不会坐里面，坐边上就可以了。
等老师他们吃一吃，你们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老三没事，老三没事，我看他那个样子没事啊。不是老六，是老三，老六。行了，你们来，来。哎呦，你们给他们留。等一下啊！哦哟天，这个雨，谁在咬？就老师没来，其他都来了啊！就老师没有来，我给他们上马上，我给你们开，开你们吃，我再。开了，再去吃花生吧。金玲，快来吃，快来吃！老三来了吗？老三，我给你们倒出来，快吃！现在他们其实不是已经吃的差不多的啊，不用担心了啊，姐姐们，他们吃了那么两斤芒果，还有这些，我给他们撒开一点，然后奶瓶他们都在啊，奶瓶都在，然后我留一点放在包里面，啊，现在不打架了，老三来了。我把这个倒在包里面分吧，再多倒在包里面一点，因为一会儿又没有了，不好分了。他们有一些没有味道的不放心啊。虽然说我没装，就没装几个，所以说不要再确定那些什么。去哪儿？云妈，你干啥呢你？啊？不讲，现在有啊，你不要样子。对我嘞，他放多放一点在包里面吧。主要是这个雨又大，我给他们分发，可能今天喂完。这个雨又大，哎呀呀呀！哎呀，雨又大，网又卡，这老火！哎，干什么？这雨现在这分钟更大，哦，大暴雨来了！琵琶要比那个芒果小一点，所以说他们基本上每个猴都能拿得到。乖好乖好，这雨太大了，只要这分钟。梦姐在这里啊，梦姐在这里，梦姐还没生。老三在呢，老三在呢啊！就是老师没看见，老师没看见，老师，他应该是下了吧。
亲亲妈妈，我看一下妈妈那些火妈妈，太大了这个雨，哦，这个一会儿这手机全部退屏了，就要退屏了。这什么情况啊？有警报，打警报了，他们就跑了，还没解完，游戏都还没解完，你看那个琵琶都还没解完。哇塞！老三的孙女果被憨憨抢完了，我的天！拐火拐火拐火，这个雨太大了，家人们，这个、雨太大了，现在。这里都没有地方躲雨嘞，我都没带伞。哦，哇！哇塞！真的太大了，哎呀，我躲雨去吧，我先去躲会雨吧，我的天，找不到地方躲雨了，都是多多耳朵，这个地方都是没有躲雨的地方，我一会再过来给他们发吧，太大了，那雨猴子都去躲雨去了。哦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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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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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大了这雨，倾盆大雨啊，我一会儿再来找找他们。哎呦呦呦呦哎呦啊，这手机淋雨了，一直退出去啊，退屏。没办法呀，哎呦，今天就应该带伞，忘记带伞了，没看天气预报，哎呀，只能去红富士上面才能躲雨。哇塞，好大的雨啊，只有这红富士那过道里躲一躲。哦，呦，加油，嘿嘿，跑起来，哇塞，哎呀妈呀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这个雨呀好大，哦，终于到位置了，我的帽子都滴水了，哎呀，Thank you.
都是淋雨的，两个淋雨的，衣服已经湿了。我这个地方稍微好躲雨一点。哇，这个雨真的太大了，今天。哎呀，好了，把那个。我这个芒果和枇杷。姐，那边呢？姐，我跟你说，那边下山的路会很远很远。这边当然我们要绕一个走路吧，我想是看到的。还有枇杷和那个面包。一会儿我们再下去找那些猴妈妈喂一喂。小诸葛今天还有，哎呦，这个雨。巴适的很哦，这个雨。枇杷，昨天我买的是，我还忘记问他了。昨天我买是100块钱一件，昨天我买是100，应该是一样的嘛。昨天买是100。两件芒果，有一件芒果是如意姐买的，是吧？我听到那个老板说，好什么？成功嘞！你还开吗？开。开。一会儿就停了，这个雨一会儿就停了。一楼，不准。那边空调，我手机也关机了，一下子。要休息一下吗？我们这边孩子，我去医院关一下嘛，孩子。先出来了嘛？马氏都后来，爱马氏都没看到出来吃芒果嘞。是，因为嘛，他市里面没有。一定找人，不光是你家公司，具体找点批评问一下。是你吗？带去嘛。我看小子，手机给我嘛。群里头的哈，你自己有几台？你的现在没在任何一个群，在鸿福寺。你不是几台吗？我们现在在鸿福寺。那你嘞？这里面没有，我在这里面嘛，我不晓得啊。
感谢关注哈，没关注的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感谢感谢。这个雨今天还不消停呢，这个雨居然不给我消停一下，要到了。今天特别开心的就是什么呢？马氏能够那么乖的在身上吃了那么久，爱马氏能至少的话，他生病了能喂到他了。啊，他还等他停一分钟吧，去看一下那些臭宝，小臭宝们。这感觉好大，这个雨。那抽签刷你看到了，把抽签给我。这个钱就来。这个钱。哎呀！这下雨天看上红服饰，看上去很漂亮哦。没有没有，来是来公园天天来，但是没有静态的看一下这个红服饰。啊，其实红服饰看上去还挺好看。我们躲躲雨。好了，姐姐。
这个建造各方面的还是挺好的。稍微停一点了，稍微停一点，我们就下去了。哇塞，走，我们看看去，看看这个雨还大不大。雨不大了，雨不是很大了，我们去找找魏魏吧，一会儿他们过去又找不到他们了。把这个包的拉你拉一下。哎呀哎呀，是那个古塔，在古塔，就在古塔下面。雪雪刚刚是在古塔，我们就现在雨不是很大了，我们就下去了。下去我还有这个，还剩那个琵琶这些，去喂一下那些猴妈妈们。在古塔，那个叫古塔，那里叫古塔。我天，我这。
You want to see what's in the way of it, right?那五百的那是包括那个仪器，就是生车的费用，给你开车的费用全部包在里面嘛？啊？咋啦？咋啦？哦，这好像是区区那个芒果呀。哎呀，是。OK。给小仔们吃一点嘛，来，来，三口。等会儿我换面。会换啊？你给我留个那个手吃一吃。好了。OK。他这个天气真的。还在下这么大的雨，还下去。不是很大了，不小，不过还是要下的。这个以前是缺缺的，这个。淋湿了。对，这个以前在区域品边上混的，没下了，现在没下什么雨了，只是说我把这个手机擦一擦。会变，他们每天都会变，他们的位置每天都会变，因为不会固定的，没有固定的位置，猴子都是没有固定的位置。这猴子啊，想长多肥啊哈！是不用雨伞，拿雨伞。现在没有雨了。有雨，那个因为没有雨伞，它是那个雨衣，那个雨衣拉就破了。不用的，雨伞没事。现在雨衣是基本上没下了，只是。吹风，然后的话，那个它里面那个雨衣是那种薄膜，就是那种薄膜，一扯就坏了的，没有用的那个。进不了，这个手机有那个手机壳，它只是那个屏幕上面有点那个雨滴，然后可能就看不到。但是现在的话，雨是已经没有下了的，你看。它转晴了，那个山上就会开始把那个起雾的话就开始雨就停了，现在雨已经停了，基本上没雨了。谢谢咱们姐姐，谢谢。没事的，如果说是雨大的话，那个我都拿着伞了，今天就忘记有家里面有几把伞的，都忘记拿伞过来。龙英，你一天好幽默呀，龙英。二乖会生猴子，整个黔灵山可能要爆炸，直接二乖马上就攀升，可能天天都去找二乖去了。还是缺缺的白菜，哦，小白菜，孤儿白菜，这个是那个白菜啊，白菜就是咱们区区群的小孤儿宝宝，也是个孤儿宝宝啊。他没有，他家小猪狗，他姐姐已经生小孩了。给我白菜拿点吃的，把这个包放前面来。
白菜给你拿个芒果。哎呀，你打他干什么嘛？给你拿嘛，你凶个屁呀、啊，凶！干啥呢你？你听到没有嘛？你坏，哎，过来嘛。对他，他知道他是这个龙鹰，他就是在这里啊唠嗑玩耍呢，他就喜欢在这里唠嗑玩耍呢。来笑，老五，他是来搞笑的。他就是搞笑的，你不用管他。来来来，兄弟拿。三斤妈，你那屁股怎么啦？怎么那么红？来来来，那个小猪哥，哥哥，来，我一个给他们发点那个枇杷吃的，我怕我就去找我发给他们吃一吃，我就去找福娃妈去。下雨天我去看看福娃妈去。来，老五，我看到老师，看一下老师。虽然说有点讨厌老师嘛，但是这个枇杷好，枇杷可以每个猴分一分啊。来吧，精灵，这个来个猴妈妈，看到没有？这来了个猴妈妈。哦，两个猴妈妈，又来一个猴妈妈啊，家人们。哎呦，我这一爬身上来。不要爬身上来，你下去，我的天，找不住，太湿了，你爬身上干啥？来，宝宝，来，哟，这猴妈妈多吃一点，来，好了，嘿，听话呢，你们抢的凶，给人家猴妈妈吃一点嘛，多吃一点嘛，吉祥叫小吉祥，但没点关注，点我，这下雨天烦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看一下这个猴妈妈，再给他拿个，给他拿个芒果。你们臭宝宝，你们还要啊？来，哎呦，叫个屁啊！不要打架哈，不能打架，不能打架。来，精灵，好了。哎，谁在爬身上来揍谁啊？小哦，这是小那个小拿抓你烦很了。来，好了，下去吧。哦天，爬得我一身了。不要打架。喔喔叫，我就看喔喔怪在哪里，看喔喔怪，那个叫喔喔怪。我在找，就是在找他们猴妈妈，他们刚刚是吃了的，现在又想吃。又想吃了，然后的，哎，这个芒果是刚才那个，薛群在古塔就是他们卖烤豆腐的你，小美妞是吗？来，一个拿一个。不要打架！哎呦天！豆芽找的时候吃哪个芒，拿哪个芒果就跑了，拿哪个芒果就跑树上去了。然后下大雨，我就去躲雨了。
现在是还没出来。你们不要打架，听到没有嘛？嘿，快吃快吃！啊，给这个猴妈妈拿了个芒果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跑我身上来吗？啊，你看，来了来了，哦天！不能打，不能打架，不要打架了！你们老打架干什么呢？我看老师没看见啊，家们。虽然说老师一天打猴子，但是我没看到老师，我想看看老师在哪里，有点不放心啊。这猴子打架呢，一天天。老五怎么了？今天缺一群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一直也在打架，家们。没搞懂他们干嘛了？对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们一直打架，一直打架啊，吃了还是打架，但是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不要打了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们吃了就打架，喜欢打架。今天太打架了，就一直都在打，搞不懂他们在干啥呢。来，杜大哥，来，杜大哥，嘟嘟呢？嘟嘟没看见出来。你不拿到了吗？你不拿到的吗？你叫啥呀？叫啥呀？你叫啥呀？美妞，美妞，我是不怎么认识美妞。不要打！哎，你们干什么吗？很多小猴宝，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名。有些猴宝的名，可能喊的不一样，喊的名字不一样。来，哎，你抢他的干什么嘛？来吧，乖乖乖，乖，谁不能再爬身上来哈？我给你们一个个的发，来，来，下去吧。哎呀，起码你等一下，我给宝宝吃一个嘛。你在这里吃了很多了，你听到没有嘛？嘿，哦，来来来，给你。哟，老是被半途而截，截获了，被截获了，来，那个三多。哎呀，小臭琪琪，你听到没有啊？呀呀呀呀呀，下去！嘿，什么情况呢你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猴妈妈，这个猴妈妈乖，这个猴妈妈。琪琪妈，你真的是给他？嘿，你真的是干什么你？过去了，听不听嘛？等一下嘛。你得让宝宝吃一点。来，现在食堂都是那么鼓火的呢，老是跟人家抢。哇塞！老师这家伙今天没看见呢，跑哪去了？给个老太婆，老太婆带宝宝的，老太婆年纪大了，给个老太婆吃一点啊，家们。怎么年纪这么大了还生个宝？来，他给你拿个芒果。哟天，这个宝宝带的很好啊，家们，他带的很好啊。
他带的宝宝带的好，年纪虽然大，但带宝宝带的特别好。宝宝们全部往下面跑了，他们不是，他们是在，你看这家伙都给我扔了，他们是看到以为有好吃的，他们直接扔了，他们都直接扔了，全部往下面跑了，他们应该是听到警示的声音，他是不要了的，你拿给他就扔，他不想吃了的。鸡吗？来，还想要是吗？跑树，有些跑上面去了，有些跑树上去了，有些又在下面，来臭谢谢你了。哎呀，你小子，琪琪你最皮了，琪琪，这是琪琪还是小爱啊？不是那个琪琪的妹妹叫什么？这家伙最皮的一个，他老是上来用咬拿东西的时候，他就老咬手手。哦，小美妞哦，琪琪的妹妹就叫小美妞是吧？谢谢咱们慧姐，谢谢。哎呀。走吧，我们就下去看一下，我去从路边刚好去找汪妈他们，我看一下这些宝们，我就去驼背带大家去驼背找汪妈他们去。OK， 走吧，我去路上看一看，我再给这个老猴妈妈再吃一点，家人们，我看到这个带妈带宝宝的我都，来。哎呦，年纪大了，这个啊，这个年纪大了，说实话，你带宝宝带的特别好啊。刚才直接扔了一个，扔了两个，直接扔了。那个宝宝在怀里面啊，这个妈妈虽然说年纪大了，但是她带宝宝带的特别好，吃不动了，他们现在水果都不要了，啊，开始扔了。走吧，我们去看一看。我还剩点面包这些，我就去。哎，今天那个憨憨把我的那个叫啥，都给我背着，都那个一袋那一那个一盒那个皮，剩余果直接干差不多完，干完，然后他背着他们赶。哎呦，天哪，这些小宝们。快，我给你拿个枇杷吃，快来！你这边上出来，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你看这地上老是掉很多那个土下来，这籽都没籽的话，到时候它会来，快来！边上来的些是边上出来的，全是果皮紫屑皮，水果皮。现在没有下雨了，已经了。五点过了，现在五点过了。我们去喂一喂，找父王妈和老马，看一下美美生没有。哎呀。确切应该差不多了，那个两件芒果，20斤花生，还有一件枇杷，然后现在又背了馒头过来，那个警示哥哥背了馒头过来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他们的警示哥哥来了，
现在琵琶拿给他们，有一些给我不要了，那小猴仔们听到他们都不要了，他们可能想要吃一点其他的面包呀或者这些了。小仔们就是今天如果说是没有喂到爱马仕的话，可能我现在都要找到爱马仕，他那个腿受伤了，今天他在我身上坐着吃东西的那个小猴，就在身上坐着吃的。对，确切的爱心姐姐们很多的。哎，因为是我，因为我看是现在驼背熊他们喂的主播有点多，没人喂的时候来玩一玩就行了。这下面好像就是驼背熊的，我找一下福娃妈，福娃和福娃妈以前是在我们群的，他跟着。哎，一言难尽啊，一些猴子们的这个生活呀、啊、这个故事啊。包里面还有那个讲也还有就是还有那个枇杷，还有一点芒果，还有我的面包还有两袋嘛，我都说每天我会留两三袋面包放在后面，可能会遇到小康他们，然后我就给他们吃。刚刚拿个枇杷我包上来给那些小仔们吃，那些小仔们都不要了。那个驼背的那个母猴，它吃那个，哎，那个吃那个枇杷，它也我拿了好几个给它，它也不怎么吃了。我看一下我们的符卡了吗？应该没卡吧？我去看一下符娃在哪里。昨天说找符娃没找到，趁现在还找，赶紧找一找他们，找找符娃和符娃妈妈，还有芒果，刚才那个。老板的那个跟着老板的那个，哎，这是那个叫啥名，我还忘他名了。他以前他在大部队的时候，他也是经常喂猴，他现在和老板帮忙的那个，他刚才也给我了，拿了一些芒果给我。还卡不卡？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网络不够加呀。对，我就是找找福娃去看看福娃去。找找福娃，看一下福娃。福娃那天，福娃就是喜欢吃枇杷，我们每次我拿过来就能，他只能接到两三个枇杷，拿两个枇杷就跑了，啊，然后他有些时候他拿不动一个，不卡了吧？哎，不卡了吧？应该现在，大家没点关注的点关注哈，欢迎大家。哎呦，找找福娃，找找那个。福娃妈还有那个美美，看一下美美，美美应该还没生。哟，这里他们的帽子这些什么都掉在这里了，他们会不会已经跑到树林里面去了？福娃妈，福娃，小福娃，一喊他妈妈听到我的声音，他妈妈就会出来。嘿呀，梦啥？应该好了吧？哎呦，天哪，这个，来，是吧？哦，终于拿到了！哎呀，小月亮妈妈，月亮妈妈。月亮妈妈，小月亮妈妈，哦，福娃妈来了，福娃和福娃妈来了，真好，哦，福娃来，福娃，快来，福娃，福娃过来，来福娃，福娃，快来，福娃，哟，他爬树上去了，家人们，等一下我给他拿个，福娃过来，你别爬得太高啊，宝宝。
你挨着你妈妈就可以了，宝宝来这里，弟弟，快快来，快下来，快快快来嘛，快来快来。不啊，快来！你别，哦，他好冷啊，他打抖呢，冷的发抖呢都。娃妈，快把你家娃抱起来，快点！你在那里吃，快点！快点把你家娃抱起来，快点把娃娃带过来。他胆子是很小，娃妈先吃，你先吃一点。来，我给你拿个芒果。可以了吧，应该没问题了。他我看他我等他们稍微下去一点点，稍微下去一点点，然后我福啊，福啊在哪里，那好吧，福妈又老到又活了。我等他挨着，不能给他，就是现在不能给他吃太饱点，那个我要等他挨着福娃，然后我好给福娃吃，要不然一会儿他走了，福娃我又喂不到。福娃快来快来，宝来，福娃快来快快来快来来来来，宝哦，来来来拿着，哦拿着，对拿着了拿着，不要抢他的小宝，你不要抢他的东西，我给你拿。啊，只能这样子。他拿到一个琵琶，啊，拿到个琵琶跑了。你看，他现在没跟他妈妈，他这他妈妈一跑，他又往一边跑了，就拿了个琵琶。一会儿我给他拿点面包。等福娃妈都不担心，福娃妈一会儿他会，他吃了他会过来，但是福娃有点难喂的，就是要多，只要他挨着他妈的时候，一定要多注意。下去吧。一个猴妈妈，来猴妈妈吃点面包，来拿走。你干什么嘛，老是从人家嘴巴都要抢出来，你捉不捉嘛，你给我滚开，每次看到你我最烦，老是打他们，咬按着咬，直接按着咬。来，这个生病的这个猴子也过来找我了啊，这个每天我们都喂到的这个，哎，吃个芒果，虽然说有点皱皮啊，这是人家送的啊，你吃完啊。是福娃，他的那个头我看了，是福娃，那就是刚才那个就是福娃，他按住的那个不是福娃，是那个刚刚跑的那个是福娃，就是刚刚拿到一个琵琶那个就是福娃，刚拿到琵琶跑进去的那个是，但是像。刚刚那个不是啊，福娃他不敢这么大胆过来。我看看这，先看看这个吃一吃，这一会他们又要抢，又要打他，又要抢他。福娃是已经跑进林子里面去了。难道是有变身了吗？今天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到声音了，不一样了。现在呢？现在还好不？对，我等他吃一次，给他个面包吃。这个猴也不抢他的。哎呀，下，不要跑我身上来，声音有点不对劲了。什么鬼？里面去吃了，
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哦。雨已经停了的，现在怎么会有杂音呢？都卡，哪里都卡。话筒的你进水了吗？应该是，应该是这样子。我来吸一下，吸一下这个话筒那个地方。我清一下手机。好了吧，我就说嘛，这里面有水，我吸了一口，至少喝了一半，至少喝了一大口。你确定没有？你今天看到我喂蛐蛐了，你就给我发粮了。那个执念哥，这个网络真的是无法。应该好了，应该是可以了吧。应该是好了吧。那个猴还在下面吃，这雨天有点滑，家人们。这好了吧，好了啊，给咱们看着这个宝宝，这个猴子吃啊。来。你们只要不欺负宝宝，我一个给你们发一个琵琶啊，一个给你们发一个琵琶。来，拿着，来你拿着啊，对，好了 ，OK， 快吃快吃。这个猴每天它都会过来找我，它每天也会像虎妈妈一样会过来找我。快吃嘛，你快吃，我给你拿面包啊，快吃，我给你拿面包，一会儿我去。咱们再去看看福阿妈，再看，再找找那个美美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他们啊！你干嘛？怎么了？我给你拿面包嘛，给你拿面包，在，你们不要抢他的，我给你们拿面包，来，不要打架呀，听不听话嘛你们啊？来，啊，对吧？哎，没办法啊，家人们，就是看到只能说喂一喂，真的是他的那个。哎呀，你小子不要爬身上，你们怎么又学到这个习惯了吗？这个猴妈妈不知道你叫什么名、啊。来，不能爬身了啊，不能再爬身，我给你们发面包吃。来，下去。哎呀，你怎么说你们不爬身的，现在又爬身呢？乖宝宝应该饿不着，乖宝宝应该他们喂了，应该他不饿，如果饿的话他就出来了。我一般我都不专程找猴子，就说他饿了他就会找了，上午直接找我。我一般都喜欢让猴子找我。他有可能一会就出来了。像昨天他在那个八卦上面，他自己上来吃了好半天啊，吃了好半天，他就直接上来吃了，他就走了。咱们如果说喜欢对驼背的那个的话，因为。好的，一会儿去找找。
应该是不会有饿的人，因为小雅每天她都在这个驼背群里面，她也会找宝宝，然后找这些新生妈妈，啊。我再给这个吃一点，等一下我那个手机老是，这新生妈妈都给你守着我，还有那个有点那个啥的，我拿点面包给他们吃一吃，他在吃，我再给他吃点面包。咱们看一下，如果说驼背群的，咱们鸡哥来了啊，鸡哥来了啊，猴王来了，你看猴王也饿了，猴王都来了，啊，咱们如果说看一下，如果说行的话，我们给他们去驼背群的，如果说驼背是不知道晚上有没有人喂啊，如果说他们其他的主播不在啊，那个，如果说我们家有条件的，我们能种出的，我们给他们买一点吃的也行。主播那里还剩点面包，啊，还剩点面包，然后这个还剩点这个几个枇杷。啊，就是从那个刚刚给驼背开的那个区区开的餐，然后给他们拿一点的过来的，啊，来鸡哥，这就是猴王啊，驼背群的猴王鸡友来找我了，啊，一般不用找了，他们饿了，他们就会过来找我们啊，只是说呢，可能有些时候吃饱了你去找他也不跟你玩，但是鸡哥你看一个就来了，鸡哥他一个他就来了，来。鸡友猴王，宝宝没看见，就现在看到了，看到鸡友在这里，就猴王刚来，他一般的话一会儿会出来找我。子宁哥，谢谢子宁哥。哎，鸡哥，给老鸡再吃点枇杷，老鸡，他应该是现在没有在，要不然他都出来了，不吃了，你看他不吃了。那鸡哥，我给你吃面包，鸡哥。鸡哥想吃面包，鸡哥。浩哥啊！一会儿应该宝宝会过来，他应该一会儿会过来找我。猴王，这面包你给我巴拉，你不想吃了是不是？这猴王要扒拉一下猴王，一会儿你们留意一下，看一下他们啊，又来个新生妈妈，新生妈妈都过来找我了，然后福妈妈在那里啊，一会儿再给福妈妈拿一点吃的，就来个新生妈妈，来个新生妈妈，来。鸡哥，你又不吃枇杷，刚才你不是给我扔了吗？福妈，哎，你没看见吗？小福啊，鸡友不要了，鸡友吃饱了，鸡友就走。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，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，感谢。帮您，我们去看看，猴子们太爱吃枇杷了吧，是吧？那肯定啊，这枇杷他们担心前天的，担心有点酸，但是下雨，现在停了，雨停了，现在来福妈妈给你芒果，停了。
然后我再看一下在小狼这里啊，小狼，小狼是不是小狼？我看一下，小狼，小狼是小狼，这有点像小狼，也不是，在下雨。哎，是是小狼，是小狼。哎哎，狼哥你怎么那么皮啊？狼哥有点像是小狼嘛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哇，哎呦，他拿不到，下雨天怎么？下雨天不会有太多的人的。嘘，快拿到，跑了，快点！我、哦、天，这大哥的胆，大哥的没办法，大哥站在那里吵半天才拿到一个芒果。管了，这个猴妈妈的眼睛怎么又严重了？我的天，你怎么眼睛又严重了？不是好了吗？你眼睛不是好了，怎么又严重起来了？我看一下，过来过来，我给你拿吃的，快来。他那个眼睛这样子，不敢给他，不能给他吃芒果啊，家人们，只能给他吃皮枇杷，我都不敢给他吃，拿面包给他吃。他这个眼睛的话就是浮肿的，有点浮肿的，就是这个面包啊，还有这个芒果啊，这些的话不敢拿给他吃。我好像剩点枇杷，芒果也没有了。你这个枇杷，这好像不敢拿那个给他吃。我拿点给他吃，他这个眼睛你没看？哎，哎，你打他我揍你啊！听到没有？你大爷的，你要追着他打我这天！嗯，你再给我追着他打！哎，快吃快吃，我给他给你拿一点。嗯，十一还没有啊，姐姐们，他不是被打，他这个眼睛，他是那个追着这个打，我就给他看到他这个眼睛成这样子，我说我给他拿了个面包吃，那个猴老是一直追着他，他地位不高，然后这些猴妈妈都会过来抱着宝宝过来找我要吃的。来福娃吗？哦，小福娃呢？你怎么不把福娃背过来呢？来来来，我再给你吃点面包，来福娃吗？福娃吗？你不要打人家，福娃吗？你老马呢？老马呢？你再打他！如果说没有，咱们直播间如果说看一下，我们给他们先拿点花生吧，咱们给他们拿点花生，然后我其他的我可能才好喂，因为我看到他们现在又开始饿了，下雨天啊。我们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有条件，我们众筹一下，给他们买点花生上来也行，买点给去那个驼背的这些吃点花生吧。看他们这样子，我一喂他们又要打架，你被咬到呢又难，因为只有开了之后，因为要晚一会下雨的雨下雨天，宝宝出来的话，他可能要开餐，他也才会出来。现在看这个样子，他们十一在这里啊，十一在这里啊，那个不是十一，这个是那个。十八，小十八在这里啊，小十八来了，我把这个手机弄一下。哎，一家家的难啊，我看一下拿，可能这个群要至少要拿20斤的花生，我给他们先拿20斤的花生吧。我打个电话给老板，福娃妈等一下，福娃妈等一下，我给你拿哈。这手机充着电，天哪，你们马总来了，老马来了，老马饿了，老马也来了，我让老板送一下，他们就送到这个湖对面来。大家众筹一下吧，我们众筹一下，我直接先让老板给我拿上来嘛，我们再众筹吧，先拿20斤花生，其他的我们再看吧，如果说有条件的我们再拿吧，我先拿点花生过来给他们。大师兄怎么来了？啊，大师兄来了，你看老马来了，下雨天都饿，对，我先给老板打电话啊，我们区区的我一会儿再给老板去弄。
我先拿点花生吧，天气太冷了，有点饿，拿点花生吧。你们说拿带壳的还是不带壳的呢？他们在这个湖边，宝宝在这里啊，家人们，宝宝在这里，看到没有啊？他来了，我们就说不用找他，他会过来找我们。他到晚上饿了就来。喂。花生驼背裙是带壳的，带不带壳？带壳的花生拿20斤带壳的花生来，先到湖边的。我算一下哈，你进了20斤，应该还有20斤，在哪里？在湖边。在湖边。湖边了，我在这里准备看看你们。我刚刚下来啊，我刚下来，我不是刚你，我刚从那个蛐群下来啊。就是湖边第二道路，第二道路口这里。我知道了，他们还没吃东西呢，你看还有什么没有？驼背的今天还没吃啊？我就说他们就。没吃，今天他们几个都没吃。哦，好，那你看我这边，你先。你看到我的一起带。我知道，一起带，好行。等我几分钟，我马上我把老马他们带到边边上这里，然后马上你如果拿的话就快一点哈。我看一下，你先把花生，然后我看一下像，咱们看一下来众筹一下吧，能众。对，拿点花生，拿花生和什么？对，拿花生和什么呢？我看一下老马和带着宝宝下来了，他们喜欢带壳的花生呢，带壳的花生20斤那就不够。带壳的花生。哎，那我现在只有20斤。你只有20斤，那你就先拿20斤嘛。对，先拿了20斤嘛。你看还你先等一分钟，你看众筹。我又去拿的时候又要涨10斤。好。接下来就上不去了。好，我的微名就叫做逍遥客小贵阳哈，就是后面有一个小贵阳我的名字的。老马带着宝宝他们全部往湖边走了，他们现在全部往湖边这里走了。宝宝快来等等我，小福娃也在，应该是也跟着下来了，刚刚他们在上面去，福娃就是去挨着老马了。子妈也在哈，宝宝来，宝宝快上来，上来，你先上来吃，快来，快来，哎呀呀，上来嘛，你上身上来嘛，上身上来，快点上身上来，你不敢上来啊，快上来嘛，快点快点，子妈也在，子妈也要先给子妈他们吃一点。来宝宝，拿个小琵琶先吃，跟着你奶奶吃啊，对，跟着你奶奶，他现在不敢上身，家人们，现在没有东西扫，他不敢上身，子妈也在打他们呢，也在赶他们呢。什么想吃面包，他喜欢吃这个面包。我给福，哎，今天福娃怎么那么冷啊？福娃等一下，福娃在这里，福娃抖得这么厉害呢。老马，宝宝上来了，宝宝上来了。哎呦，等一下，福娃妈，你不要打他，福娃妈。宝宝不敢上身，宝宝上身来，他们要赶他。来发，哎呀，他不敢拿。老马，你要好好吃不？来发，发吗？你能不能来发？哎呦，没拿到，让他，给我拿一下，我拿给发一下，让他发。又冷又饿，对啊，我看到他的，他是刚刚就只拿到一个琵琶，我现在不敢，我拿给他担心他被打，主要是东西没有东西撒，我担心拿给他被打。哎，福娃，你们过去，福娃，连宝宝都不敢拿，连宝宝都怕，知道吧？连宝宝都很怕，他们是很饿了，他现在所有的猴都想要。
叔啊，过来，宝宝来给你，我给你给你，你看嘛，这宝宝都不敢拿。哎呀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，臭宝妹啊，臭宝妹，你们干！我的宝宝巴士都叫起来了，我的手机还搞笑，一天给我放的宝宝巴士还叫起来了。老板打过来了，一百的话。喂，哎，宝宝他不上身，他不敢上，现在地上没有那个擦的，他不敢上。喂，他给我挂了。我们自己人种多少，我们众筹一下吧，众筹一下，我们拿20斤花生，然后20斤花生120嘛，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其他的，我先拿花生过来，然后我剩下的面包我再照顾他们喂一喂吧，其他的能种多少我们种多少，没事。哎哎哎，不要打不要打，就是他现在他很应该是很饿，他应该是很饿，你看不是生病，是下雨很冷，下雨他也很冷，不好喂他，他很想要吃的但是不好喂他，他很想要吃的但不好喂他。妈妈不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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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宝宝吃一点，他是很饿，你看他在捡那个皮吃。不要打，嘿，对对对，我先喊20斤花生下来，先喊老板叫花生下来，其他的我们能看情况吧，先把花生送下来，其他的再说，因为直播间人都在到处在流。我给他，我给那个宝宝，我看他到处躲，看一下能不能给他拿一个。小福啊，这是你啊，福啊，来我给你拿。我就担心他被打，知道吧？你们过去抢，花妈拿去，你别，来福啊！哎呀，不要打他，来福啊！哎呦，天哪，你们真的不好拿，家人们真的不好拿。他是太怕，我担心他被打，你看他跑到那边上去了。